苏隐基与龙角镇将整个永州从地上到地下全都封了起来，我们皆成了笼中之鸟。 加上你的灵力，我可以吗？但我的灵力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以我之识，我之徒刑，我身之命，请降神灵。 真人附耳一听，可以。我追随着风的自由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回完整的身体。杨慧，谢谢。我愿拿命一试。 到底都瞒了我些什么？我在清醒之前，感觉我的识海里是沸腾的，听着像是灵力相斥的状况。他莫不是修了两家法术？果然是因为我的狐心灵，这些叶子好像血啊！我要把它埋起来。 现在好些了吗？走吧，我带你回家。此处为何如此奇怪？先是有荆棘将大师兄拉进，而后我手上天药流的绸带也不见了，还有这个奇奇怪怪的小姑娘在这儿。 这儿的墓碑不会都是真的吧？都是墓，操办后事我可是专业的。阿生，我们来玩捉迷藏吧。捉迷藏开始，在我数到一百前找到我，否则你们都得死。 你怎么还不来找我？杀了他！叶怀。